你好，我是 Lily. Welcome to another lesson of Chinese for Us, 1000 Common Chinese Words. 什么？什么？ What? 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吃什么？你在找什么？ 你在找什么？早上好。早上好。Good morning。早上好，王经理。早上好，王经理。早上好，昨天晚上你睡得好吗？ 早上好，昨天晚上你睡得好吗？晚安，晚安 ，Good night。晚安，做个好梦。晚安，做个好梦。晚安，早点休息。 别太晚睡。晚安，早点休息，别太晚睡。吃，吃 ，to eat。我想吃牛肉汉堡。我想吃牛肉汉堡。 中午你想吃什么？中午你想吃什么？喝，喝 ，to drink。你喝咖啡还是茶？你喝咖啡还是茶？ 他经常喝啤酒。他经常喝啤酒。不用谢。不用谢。You're welcome。不用谢，能帮到你就好。不用谢，能帮到你就好。 不用谢，上次你也帮了我。不用谢，上次你也帮了我。哎呀，哎呀，啊 ，Oh my, dear me, used to express surprise or dissatisfaction. 哎呀。 我忘了带手机。哎呀，我忘了带手机。哎呀，你怎么又迟到了？哎呀，你怎么又迟到了？是，是 ，to be。 WiFi 密码是1234567。WiFi 密码是1234567。他是公司的老板。他是公司的老板。对，对。 Correct, right. 老师，我的发音对吗？老师，我的发音对吗？我的答案对不对？我的答案对不对？汉语。 汉语 Chinese language. 你的汉语说得很好。你的汉语说得很好。你喜欢学汉语吗？你喜欢学汉语吗？家。 家 home。 今天我在家休息。今天我在家休息。你家在哪里？你家在哪里？很 very pretty quite。 这件衣服很漂亮。这件衣服很漂亮。今天的天气很热。今天的天气很热。 好，好 ，OK。好，我们一起去。好，我们一起去。好的，我知道了。好的，我知道了。的。 The, of, somebody's。 我的车是红色的。我的车是红色的。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来。 来 to come over。 他们什么时候来？他们什么时候来？你怎么还不来？电影都要开始了。你怎么还不来？电影 都要开始了。老师，老师 ，teacher， 你是最棒的老师。你是最棒的老师。老师，请问这个字怎么读？ 老师，请问这个字怎么读？一个，一个 ，one 个 of something。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 我睡了一个小时。我睡了一个小时。水，水 ，water。我渴了，想喝水。我渴了，想喝水。 请给我一杯冰水，谢谢。请给我一杯冰水，谢谢。爸爸，爸爸 ，Dad。我很爱我的爸爸。我很爱我的爸爸。爸爸出差了，下个星期回来。爸爸出差了，下个星期回来。妈妈，妈妈 ，mom。他的妈妈是一名医生。他的妈妈是一名医生。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So that's all for this lesson. Don't forget to do the quiz and practice task on our website lesson page. And whenever you're ready, move on to the next lesson. Also, don't forget to sign up on our website to get more learning materials. And please subscribe, like, comment, and share. Thanks a lot,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再见。